样，这才是真正的相见恨晚。还有一种就是哇，而且能吃了猪肉，小林这个方式好特别，好累啊！老师到那时候我就在练他，好疯啊！快点加一点，喝大醋了吗？冰点茶一点，没有，不用，轻一点，来，拉扯，别干了，可以啊。好，好，